当有人问你，你渴望死而复生吗？估计很多人会迟疑着点点头，然后又迷茫的摇摇头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不，有专家称，通过干细胞50年后或可死而复生，这主要得益于低温冷藏技术的不断成熟，死后冷冻便可以实现尸身不腐。这个项目的提倡者是来自密歇根人体冷冻研究所的总裁 Kowalski。 在这家非营利性组织，你只需要支付$28,000就可进行人体冷冻，而且人体冰冻需要在死亡的第一时间进行，以免引起脑损伤。此外 Janice Kowalski 还声称，在未来医学中，通过干细胞可以将冷冻尸体复活，因为干细胞注入低温冷冻患者体内后，可以起到修复受损细胞的作用。不过要想让冷冻的尸体复活，至少还要50到100年。同时 Kowalski 还表示，至于首例冷冻尸体将在何时被复活，主要还要看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速度，特别是干细胞技术的进步。根据数据统计，目前全世界约有350人选择保存尸体，希望以后科学技术进步能使自己复活。不过更多的人对于这项技术持怀疑态度，甚至被异想天开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